有哭。大家好，今天是 Sophia 的生日。Sophia， 生日快乐！所以我们做 Sophia 的生日的棉条。对。为什么中国人吃很长的棉条？中国人吃很长的面条，一般对于老年人过生日，就成年人过生日，就讲究面条长一点，形容就长命百岁啊，长寿是这个象征。但是小孩呢，一般过生日，也有吃面条的，也有煮鸡蛋吃的，但是蛋糕呢是少不了的，我们今天做呢，主要就是说，图个吉利。虽然，宝贝孙女儿的生日吧，一岁的生日，我们做面条，就是希望她以后，开心快乐，长长久久的健康，长长久久的有快乐的生活，一直伴随她。就是，图个吉利嘛，就是这样。对。你觉得很长的面条，是，有的他们做就是一根面长，刚好是一碗，刚好这个碗面一根刚好装满，一根是这样的。我们呢，就是说，图个吉利是这么样做。其实小孩吃不了多少，就是。生日嘛，象征着这样一下。对。我们给他这样做，做完了以后我们这样切就会长一点。好。做圆的它小，它做圆的它吃起来不好吃。我们还做扁的，做扁的我们把面条做长长的。长长的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完这样切出来很长。好。刚好是索菲亚的一碗面。对。好，Sophia 是一岁。对呀，很快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你看转眼就一岁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他是一岁。时间很快。我哭了。他妈妈感动了，对，今天又哭了。我今天哭了。看他成长。三次，对，三次，现在又哭四次，对，Sophia 的生日也很快的。Sophia 的中国的动物是鼠吗？鼠象。对，鼠象就是属老鼠。对，属老鼠的。你觉得老鼠的人有什么性格？老鼠性格，索菲亚很厉害。对，索菲亚很有力气。对，很有力气。She's very strong. 力气非常。Strong-minded, strong-hearted. She 如果她不喜欢做什么，她真的。就是不喜欢做的就执着，很执着，不达到目的，不可以，一定要达到目的，很执着。可是我觉得人一样，我觉得他们成功的，对，执着就会成功。比如说你做这件事啊，做一做，哦，不喜欢了，做了。half 一半不做了，这样的人不会成功。对，就索菲亚是喜欢做的事情，他会一直坚持。就像我们出去玩，他也是推车，他要够车轮，够不到，哦，一直要够。对，所以我说他很执着，做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执着。对，你觉得你和索菲亚有？
一样的性格，性格有点像吃黄瓜cucumber 奶奶喜欢吃 China 北方人，所以我也喜欢吃黄瓜 cucumber。 对 Sophia 我的宝贝孙女儿也喜欢吃 cucumber。 对，非常喜欢最喜欢吃黄瓜。她的妈妈喜欢吃西瓜。对，她在她妈妈的肚子里边，她妈妈喜欢吃西瓜。对，所以 Sophia 也喜欢吃watermelon。 对，也喜欢吃西瓜。我也喜欢喜欢吃西瓜。对，很薄了已经。已经很薄很薄了。米饭 rice 他吃的非常好。对，吃的非常好。他也喜欢 cheese 的面条。对。他也喜欢中国菜。对，蔬菜。对，新鲜的蔬菜很喜欢。总之胃口不错，喜欢最喜欢艾格。哦，对，鸡蛋，他非常喜欢鸡蛋。要吃两个一次。对。可是他真的不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他不喜欢吃杯子蛋糕，他的生日的蛋糕他不喜欢。他不喜欢吃potato。 Oh yeah， 对，土豆不喜欢吃土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吃很多的东西，可是土豆他非常不喜欢。是他吃一点点他全吐掉了。喜欢吃火腿肠。哦，对，你做的那个 barbecue 火腿。对，他很喜欢。还喜欢吃草莓。对，所以我们叫他是小草莓。他喜欢酸奶。对，酸奶。对，还喜欢吃。他现在睡觉很舒服。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、在楼上睡觉，我们在监视他。对，索菲亚还是喜欢吃你吃的雪糕冰棍的扣的。哦，对一游泳的时候。对，吃绿色的嘴巴非常喜欢，嘴巴都是绿色，是 green。哦，对，绿嘴巴。yeah. 蓝嘴巴，红嘴巴。 Yeah, if it's 如果外面很热，我们可以吃我们在外面去游泳，我们吃。我觉得你是面条的大师。大师。对。面点大师，面条大师。我是面条大师。婆婆做面条非常好吃，她常常做。这样的好切起来好切，很容易的切，长长的，好长啊。这个才长，不够索菲亚一顿晚餐了。两根索菲亚都可以。我觉得 Sophia 非常喜欢吃这个。三个 Sophia 的晚餐。对，三个。我觉得 Sophia 很高兴。Sophia, how are your birthday noodles? Are you one today, Sophia? She's ignoring me. Is it good? Are you one? 1 year old. Oh my goodness, how did that happen? Long living noodle. 对 means 你可以长命百岁。对。